大家好，我是临沧市商务局局长周永志，很高兴通过网络平台与大家在线上相聚，面对面交流互动，共谋合作。下面我就用六个一向大家简要介绍临沧的事情。一条大江蜿蜒而过，一片沃土神奇美丽，一棵茶树历经千里，一首民歌传唱四方，一条铁路承载梦想，一个新区引领发展。相信临沧的上述六个一能让大家记住临沧，关注临沧，投资临沧。下面我向大家推荐几个招商引资项目。第一个项目，临沧亚威会展中心掌管运营项目。第二个项目，临沧葡萄文化产业运营项目。推荐的第三个项目是临沧滨河区果蔬等休闲食品加工建设项目。推进的第四个项目，临沧滨河区电子电器加工建设项目。推进的最后一个项目，临沧滨河区农业机械装配开发建设项目。近年来，临沧加快推进以高速公路、铁路为重点的飞燕型综合交通网络。开工建设的11条段667公里高速公路中，机场高速已建成通车。玉岭、临双、正清、云凤4条高速公路，2020年底将建成通车。大林铁路年底也将通车并开行动车，并将各族群众的百年铁路梦想即将实现。临沧市大力推进诚信临沧、平安临沧、法治临沧三大工程建设，努力使临沧成为服务周到、投资安全、居民生活最满意的区域中心。政府设有专门的行政服务中心，全面推行一站式服务和一举终结保姆式优质服务，形成了青商、安商、沪商的良好氛围。临沧是一块资源富集、亟待开发的热土，我们将用最真的热情、最优的服务、最好的环境，期待您的光临。最后，诚挚邀请大家到临沧观光考察、休闲度假、投资兴业、